走，哎，走了走了，爸爸走了。妈妈，我走。妈妈走了。干嘛？来，这边，这边。情况则为待定状态。是，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其他的。我们的活动等一下就要开始了。哦，妈妈也来了，还有小孩子也来了，要我们一起参与。我是小鱼，我是林瑞，我是小易。反诈公益宣传签约的网络歌手桂平光哥为大家演唱一首《世界由我造》，有请光哥。喂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凤，今天和老妈逛街买一下衣服，然后老妈一直说不买了，省一点钱。我觉得这个钱呢，省是要省的，但是对于父母呢是不能省的，所以说老妈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买两套衣服，要穿一点新的衣服。其他的两件，阿爸，其他两件，我买个件。是的，都试过两件，哎，系啦系啦，试过两件。找了一条裙子给我妈试，我妈从来还没有试过裙子啊，给一条裙子她穿一下，看效果怎么样。啊，老妈穿这个年轻了好多哦，年轻了十多岁，舒服吗？主要就是要舒服。这件舒服就要、啊、我妈穿这个颜色真好看，真好看这个。哇，阿爸，你让我看阿妈卸掉梗比你太好、哦、长这么大还没见老妈穿过裙子，让给她试一下效果看一下怎么样。你看老妈可以穿裙子，你看她都开心。哎呀，真好看，这个一定要买。
哎呀呀呀呀呀，这一套一定要买了吗？老妈，你穿这个真好看，哎呀！啊，老妈，这个买一套，哎呀呀，好好看啊！不用穿中裤，还穿中裤干嘛？哎呀呀，真好看，哎呦！哇，好漂亮啊！看一下我妈穿这个裙子，真是太漂亮了，哎呦，太美了，感觉就年轻了20岁。老妈，来看过来，老妈，老妈看过来，哇，和你一起去逛街，人家就说你是我姐姐。来，就买这个裙子，这裙子要定换了一个了，看一下这一套怎么样。个只呢就比较瘦腰呢，以前我。你不戴吗？你那个花裙很好看呐、啊，三件，不用等，一码一件，你要就戴了，真的。小码就剩一件。老妈今天开不开心？好了，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12点了，我们先回去先了。